当男朋友想要买车。嗯，好呀。啊，该买小红花了。啊。说好了，七夕十五号小红花，你就让我买车。当然了。Yes。宝贝，把家里所有卫生打扫好了，连马桶都通了。你懂的。呀，小红花没了。哎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这还有小星星，集合十颗小星星就可以兑换一朵小红花。你耍我呢？不要算了。哎，不要。最后一颗。呀，小星星飞上天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还有小月亮。哎哎，生气啦？把别人当傻子好玩吗？在你心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不是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一直想买长城汽车，他们家最近正好举办了长城汽车新能源购车节双十一狂欢盛典，他旗下的五大品牌都有参加，里面包含了百万补贴、万到好礼大放送、爆款车型限量抢购，所以我呢就花了9.9元，你猜怎么着嘛？抽到了价值5000元的购车券。哎，我立马就逮着机会全款拿下了，就是为了给你惊喜。真的假的？那还能有假？车都在车库里面停着呢。真的？嗯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呵呵我真是贱啊！我竟然会相信你说的话。哎，我逗你呢，我真的给你看车。是在说他？只不过他们家的超级品牌活动时间是4号到8号，正好你喜欢那款车型也在，你参加互动还能有各种福利呢。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？哎，不信你自己看，那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干嘛去了？